主要还得逗哏哏说呀。欢迎平凡哥。主要说话还是靠逗哏呢，跟捧哏没什么关系。说单口吧，你们没法捧啊，你们自己单口吧。捧哏，你又来了，爆完妆了，捧哏不能抢台词，你们抢单口吧，把我台词都讲了。欢迎欧巴。还继续打架呀，哥哥啊，都多打几次，再打两次我就直接下播了。单口不错，你们说单口，单口啊，我总感觉你这个总得搞颜色，也不知道是我污还是怎么。可能是我太污了。啊，嘴巴疼。单口，哥们守住呀，守住呀，加油呀，守住呀！真的，你再打两局就让我去休息呗。不是，我意思打这个打两局让我去休息，不打这个怪兽，点两下我就走。只要打两局我就走。真的。两局，点两下呗，哥哥们，就手抖点一下吧。那个怎么打？你点那个就行了，一局200豆，对，你点上面这个就行了。第二局2000豆，第三局6000豆，什么一局200豆？傻是不？就我自己过任务，我还不知道我差多少豆啊。我已经点开看了，第一局200豆，第二局2000豆，第三局6000豆，啊，20000豆哈啊啊！对不起。啊，是我飘了，点那个雷神守护点3次我就下播，4次，点4次我就下播。